姐，来吧。哦，哎，咱看到你啊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，你好无？妈妈已经无代志啊，一凡老师哦嘛有消息啊，今麦在病院内底休养啊。你快吃，你唔免烦恼啊。那咧我都放心啊。玉姐，来哇。你也知影哦，你管着即卖做法是唔对的，我是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但不过我希望伫这进程哦，我会当确定一凡老师平安无代志。平安嘛，我会想办法去病院看伊。你管着，但不过妈妈讲哦，即卖今后就要调查你的行为，因朋友也是戒备森严，你是不是会当等妈妈安排好再去讲？哪里啊？我拜托你妈妈安排，我会改变的。爸爸，你家己慢慢说你哦。人去警察抓去，我跟妈妈拢做处理的。连叫我爸爸，阿舅，我好惊。爸，妈妈有交代咱，回去进前爱先去买菜哦。哦，好好好。爸，你今仔日要煮啥饭食？哎，可怜呐、啊，爸爸不论安怎煮吼，你妈妈拢嘛是嫌。我看哦，咱规日来吃餐厅啦，吼。哦。好。哎，那个不是江一官，那真好打，竟然敢出现在这个所在。爸，你要看偶像啊？卖萌哈。刘姐，来吧。一官姐，对你的期待真高。哎，我好怕你啊！卖好一罐就行。你哥，替我照顾你妈。嗯，一罐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照顾妈妈。小娟啊，爸爸拄只打电话，你妈妈叫来接你回去，爸爸有代志要处理。啊！你稍等，来跟你妈妈先回去，知影无？啥物代志？啊！起来啦，慢慢问啦。你乖乖踮在等你妈妈就对啦。吼。哎，爸，来啦，我要倒来回去嘛。哎呦，你就乖乖听话吼。爸爸代志就办完了，会随回来吼。爸。今拄着我算你衰，啊，真正是天公伯啊，要借我的手来修理。好，稍等下我来发现你秘伫咧倒，我再报警察来抓你。无听到，警察局阁会发奖金给我咧。我做一遍，拢要甲你偷偷转来。这遍吼，绝对要让你抓入去笼内，关十年、二十年啦，甲你关到死死无。关了，来，这拄好拄着你啊！无迄个叫声，都莫学人做宝贝啊！啊，若无我就……好，莫抬我，拜托，莫抬我啦！我即马抬钱，甲抬杂的有啥无同款？那不会抬我这种事啦，无值得你抬啦。
啊！你来抬我，伊就来知讲哦，你是伊的杀父之人，伊是安怎看你？讲出来！不，唔对唔对唔对，我讲唔对啦！我唔是伊一个老爸，你才是，你才是。你记住，我将来唔捌看过来，餐厅店里无叫小查甫人，你我听我清楚哈，卖给关姨妈吃，知无？啊，知知知，我知我知。但是我听到你伫外口乌白人讲哦，你叫过，你赶紧负责。在在，我什么拢无看，什么拢无听到。好，我乖乖补充秘密啦。麦话头，枪支啊，无洗目睭啊。啊，知啦知啦知啦。转无，伊到底安怎啊？今毛拢无伊的消息，是啊，互人足烦恼。是啥？我来。请阿姐哦，请你来。请阿姐，你来看我，我今毛阿英好真多啊。你其实看起袂歹，你有得放心吗？你看林哥的消息，你嘛知影，我刚来当两年尔。我知影，你到今麦对阮哥，还是足挂心的。也毋过，我真正无阮哥的消息。你是真正毋知影？啊，是有人叫你莫甲我讲。其实我阿姊无你想的这尔无度量啊。顶摆你叫我甲我阿姊，我甲伊哦，足感激你的呢。告诉阮若知影阮哥的消息，一定会甲你讲，你知影的啊。其实我顶多希望你是咧骗我，毋甲我讲嘛无要紧。只要伊快当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够啊。蔡小姐，你莫嫌我搞话啊！你甲阮哥的感情早就应该看破啊。顶届你无嫌求人，这就表示哦，你也是我较早熟识的迄个温柔暖心的蔡小姐。要唔过阮哥。已经不是较早迄个酒会漂泊的同一关啊！伊今麦所需要的感情，是参照我下子迄种稳定、用心交配的感情。所以，已经无得予你迄种轰轰烈烈的爱了。你若是会当放弃过去，你就会当找到。更加好的将来啊，敢不是？恁敢甲我讲过话？比你即马讲的，更加无像一百倍、一千倍。我哪会当接受我早的看破？恰恰姐，可是你一定要挽回过去的感情，那安尼你一定会比即马更加艰苦。因为阮哥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！阿姊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嘛歹心救错，看恁哥会死的，恁都无人当给抢走啊！阮哥是想着讲，安尼我以后都拢看袂着伊啊，我心肝都足疼。你敢无遐大喘气，甚至我甘愿跟伊去死。所以，我一世人是无可能跟伊切割断的。
只要有我的，就算是用两极关，还是逃亡到天涯海角，我家永远都交代袂煞。所以我嘛绝对不可能改变我出外，我要等我两个做伙，因为伊关是属于我的，我绝对袂改变我别人。你想怎一定要这样死心啊？哪里嘞？当初计划跟恁哥反对跟麦克做伙时阵。你们赶快死，你老都坚持爱到底。我跟恁哥的感情嘛，赶快，所以你们都靠近我。啊，既然你无恁哥的消息，我先来找。身体吼，需要好好静养。你待会要滚汤白叮当才好。待会。江小姐有心啦，而且已经有二十八周啊。二十八周。是啊。啊，你唔到七个月啊？啊，不过伊外表哪样看袂出来？有诶，女性怀胎哦，会有颤抖诶现象。七八个月哦，看起来敢若四五个月啊，这是无一定诶啊。为外表是看袂出来。你是江小姐诶家属吗？有几点哦，你要帮伊倒注意的。伊的胎盘哦，较头前啦，啊胎位无正，真有可能会早产。而且啊，伊个贫血，营养阁不良，你是伊的家属，爱特别注意啦。哎爸，我一定较注意的，我是阿嫂啊，我一定照顾伊健康，你放心。一定是麦克的，是金家真正正统的血脉。那呢？袂用的，袂当让计划知有这囡仔存在，那无一定会影响台风在金家的地位。台风建设金家所有一切，都应该是台风的，什么人嘛不会夺走的。到底应该怎处理一凡八都来的囡仔？这道细雄到底有啥物底子，让人杀人无？伊一定是就是的，只当把我身躯边的代志查个一清二楚。看起来，伊是有准备的。问题是，这人到底是忠还是奸？实在够神秘的。关键是红面啊，白面。今仔我失去机会的帮助，确实阁需要找一个大金主，延续我的政治性命。这大西洋。竟然在我上无助的时阵出现，安尼一定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我绝对要我爸创造事业最高峰。文佳佳，家在你无事，
马上把我的钱吐出来还我！我才不是那个蓝色仔，出去！出去！你在讲啥话啊？你不爱我玩，我嘛唔惊你死啦！乖！你们坐下！你们坐下！啊！过来！你们坐下！臭啥？马上开一张现金票给我！啊！不可能！你这顿下顿，你咪别想要我！反正我即摆已经走无路啊！啊！哎，我一条命陪你哦，阁算会好诶哦！你是去啥先？我去笑啊啦！好钱变着啊，啥拢会去笑？你唔通袂记，你可是查囡仔饲，你可真正对了。你试看卖，不敢讲啊！我今仔日若是无摕着钱，阮爸仔囝赶快死落一条，鬼去啦！早死早超生。你害了，你可认真？有代志好好参详。参详啥？你若无我钱哦，就变参详啊！安尼欺负一个查某人，敢袂伤无品啊？陛下，我是本代表的朋友，搞到收起来，无需要为着钱伤着好气啊！这无你的代志，出去！你甲本代表的恩怨，我真清楚啦。我们就是为着那小花一千万的求婚利益，敢不是？想袂到这杜世雄，竟然把我的代志调查到这详细。廖振熙啊，敢要当我做一个公亲？做公亲，不要那么巧。董代表，你甲廖振熙有你的钱，扣掉一千万，其他的还给廖振熙，回去行政部。这条钱我若无掏出来，也歹容易第一个来乱的。无底卡，阁像顶边同款，差点就放下去。彭代表，安尼真合合情合理，我无意见。叶先生，安尼家都会当收起来啊？我阿姨甲我借来的钱，全部还我。包括那一千万再来，趁钱有数，道理爱讲。搁再讲，那一千万嘛是当初时你对彭代表这边怪过去。既然你收袂掉，你就无资格搁讨倒转去。我唔管啦，规日一千万，我一定要摕到手。若无，我摕伊的名来堵笑。彭代表已经有让步啊，让你唔免阁过这款走路的日子，你莫唔知影好歹。无要安怎？你想要创啥啊？哎，恁真正唔惊，我会伤害伊。叶先生啊，我这个人吼上讲义气，彭代表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你若是敢甲赌一赌，我会赢你十赌。伊若是有任何的小风气个，我保证。我会把你剥皮、抽筋、脆骨、分尸。等下，等下，叫我告诉你，行到倒都拄到老母。等下，
多谢你。啊，我看哦，你赶紧开一张支票，我夹些钱提起行政部了。真正上位，我唔知影你考虑了安怎，我是一句话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保证，我会尽全力支持你行政治这条路。到时阵，你在政界，我在商场，咱拢会当有一片的江山，安尼唔是真好咧。你跟我讲这些做朋友。我十足心意。我绝对没有你失望。生意唔做，啊，家己走来遮咧坐。无心情啦。来，你管我干恁了无？即马连阮两个手机啊拢叫监听，啊是要安怎联络？一凡有要紧？目前是不要紧啦，啊，不过爱留去病院观察啦。啊，即马上烦恼的也是一管啦。一管上烦恼是一凡啊，啊，恁两个替一管家照顾好啊。啊，是免怎照顾啦？后壁迄两个二十四小时对条条，我们都共带阿平做门神。恁两个是咧谈恋爱哦？我甲你讲啦，江一官袂来吃啦。你把恁个带走，心面看到目擦目。蔡小姐，你若是知影江官下落，请你定爱甲阮讲，千万唔通阮瞒。我真正唔知伊伫倒位，我是要甲恁讲啥咧？我甲。三弟。什么代志？就明仔载是民生啦吼，银行庙较不用，我想讲请你来斗三工着。三弟，啊，我最近的心情，我是无法度去庙甲你斗三工，歹势啦。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来去庙吼，我甲太祖爷拜拜一下吼。太祖爷知讲，你这遐虽然你心所爱的人，有伊这遐烦恼，吼，太祖爷一定会甲你指点迷津，哦，解除你的困难，
免让你安尼一操办。啊，你安讲也是有道理啦。无我再来庙内斗三工，需要甲神明拜拜，求伊保庇阮一家伙平安无代志。有真少话要对你讲，如果时间不足，一个玉环，即马平安无代志，你做你放心。你想要看玉环？明仔暗经华国小，我会叫伊去找你。也梦到，跟我同款。你唔走啊？应该爱走。妈。后一间见面。在你什么时阵，这种感情爱你上深，煞嘛伤你上重。是的。收转去，阿阿某本来就同甜同苦，同行同命，放心息地。在你行未开口，我替你行。
现在跪在你面头前的是金花夜市的蔡月霞。月霞伊牛、犁、白、汤拢不要紧，甚至是照顾别人的囝是事实，将来万不得顽固的怨念。这现在的查某人，世世人敢无好命？感情路行到咧坎坎坷坷，即嘛真无简单，拄到一个真心爱、要照顾伊的查甫人，煞来发生这款的代志。太子爷，就算讲到今这地步，一心肝内所想满是干。伊要甲你拜托的，希望你甲伊保庇的是江一官甲江一鹏因娘的，拜托你保庇因两个人平安无代志。地主苦拼顶，嘛袂拜托太子爷。就算讲为今仔开始，你拢无甲我保庇，我嘛无要紧。但是，我拿你顶甲顾好势。因为伊今仔开始，伊每一工一定拢会等待迄个真心爱迄个查甫人平安倒转来，特殊甲你拜托。就在台风一切，阿唔过，伊反正咪同我老实讲，就算伊真正想要安尼做，伊卖哄我，毕竟我是台风的妈妈。我看，我还是袂当直接骂，爱话把这方式给老话。好佳哉，伊先讲生这囡仔真危险。莫迪卡，我会当为这方面下手。你着安尼脚食出来行行嘞吼，大腹肚人安尼行行哦，恁细心较好势啦，这是我的经验。阿嫂，多谢你啊。哎，我会乖乖听你的话，以后我一定会较正行路运动，好。我看你身体阁足虚的呢，无安尼啦，英阿母，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好佳哉，我是幼伫个金华国小啊，迄条路我足熟的，我会当抄近路啊。啊，恁若是无我去哦，电脑引起足侪警察注意的，安尼对国来讲，电脑会足危险的啊。是有道理啦，不过你家己还较细腻呢，若身体无爽，爱就打电话通知我，吼。哎，玉姐，哎呀，你是特技表演哦，哎呀，你安尼，你这么厉害呢？这药我摕来了，啊，伊凡老师，你按时吃药，这会较紧好。我带你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多谢你呢。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去参加的，哈。对啦，我听讲你黄金六甲有甲合唱团要上台表演哦，啊，准备要安怎？哦，其实哦，阮到即马，阮要唱倒一条歌，拢还袂决定。安尼哪会赴啦？无，老师建议你唱啊，《秋柳》。我感觉迄条歌的意境哦，好美哦，一定真适合毕业典礼的时阵唱。老师讲的话哦，大家一定没有意见的。嗯，
无等下老师有教你这条歌要安怎唱，啊，什么所在要注意，你练习的时阵爱记得甲同学讲，爱照老师的方法咯。嗯，有老师指导，阮就袂伫毕业典礼的时阵落去啊。我阿姨，今天拄好，你嘛来陪伊哦。哎，等等，我现在照顾一凡老师呀。